大家好，我是每天都在探索新东西的朱教授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小创新，给我的懒人育苗盒加一个小温室，发芽的成功率更高了，还增加了一个防虫的功能。原来我发明的育苗盒是这样的，一个小塑料盒，下面是自来水，上面铺一层餐巾纸，纸巾上撒一些种子，它们很快就会发芽生根，等长大了再拿去移栽。后来在使用中还是有一些问题的，虽然它是懒人育苗法，放在这里就不用管它了，一般盒子里的水够它们支撑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的，但是万一你忘了它，或者忽然开了暖气，里面的水会蒸发干净，就会发生很遗憾的事情，小苗就死了。另外还有虫子的问题，真菌瑞文很喜欢这种环境，潮湿又有营养，如果不管它们的话，它们会在这里边大量的繁殖，甚至会啃食小苗的根导致死亡。蚜虫就更不必说了，有着鲜嫩小苗的盒子就是它们的自助餐厅。我的创新就是给它们加盖一个一次性杯子，别小看这个小动作，它直接解决了我们两个大问题。第一是形成了温室效应，水基本不会流失，在杯子内提高了温度和湿度，种子会更快的发芽，而且会生出更多气生根，这是非常棒的现象，它们会生长得更快，这就变成了懒上加懒，超级懒人育苗盒。加一次水估计至少一个月都不用管它，甚至直至小苗长大出盒，坚决地把 set it and forget it 懒人精神贯彻到底。第二是物理防虫，至少真菌瑞文和大批的蚜虫会被它直接隔绝在外，只有极小的虫子可以从缝隙里爬进来，但是它们对小苗的危害就小了很多，甚至微乎其微。我有观察到杯壁上的蒸汽显示出很奇怪的虫子爬过的路线，这明显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爬，但是目前我还没找到这是什么虫子，应该问题不大。这是上次我吃到的非常好吃的荷兰蜂蜜番茄，这次我弄了十来个种子发芽试试看，今年能不能种出超好吃的番茄呢？请关注我吧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